球，它就会像这样，然后只有牙，猪猪的身体爆炸就是输。八岁以上，两到四人抽卡牌，然后看抽到几就要转。然后这颗猪猪是气球做的，打气的。好像是要吹一个气球之后放在这个。哇，他可以玩好多局耶！哎呦，不要那么近。安装完成。这个看猪猪，就是你要再翻一张牌，然后把这张牌的速度加2倍。如果翻到一的话，2倍就是2。然后还有零啊，零就是不用。年纪最小的是3牌。4下。请转，一开始应该还好。猫咪耶。好，来转4下。转喽，在那里，小朋友怕吧？好，一下，两下，三，还有一下。他不会这样子都没有出来，然后就算摔一下就掉出来。两下，贪吃猪，所以要再拿一张牌乘以2。两下，好，再换我，一下。哦，他有前进耶，好恶。对，好，换妞妞。两下。一，刚刚真的没有声音。二，贪吃猪2下。哦，零，所以我是不用转零。换妞妞，虽然应该归零耶，而且我可以把热量计数器归零，因为我刚刚拿到 R， 就是可以归零。Julia， 4下。OK， 好了，4下。换妞妞。5下，他吃进去了。你看，你看他这里吃进去了，几下了？3下，好烦啊！哇，4下！啊，姐姐好可怕！好，来哦。还没。2下，3下。几下？5下。好，快点，妞妞5下。好，来一起的手一起哦，来一，好，还有一下，还有2、3。来，还有2下哦，4。还有啊，还有1下。姐姐，5下，5下。谁输？而且刚刚他出其不意的，然后他就自己爆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可以玩两个好吗？好不好？来，哦，这个是归零耶，3下，一开始都不用什么怕。好，换我，卡掉。哎，又是 R 哎，又归零。姐姐，你洗的都是 R。快妞妞，3下。妞妞不用转，换姐姐。6下来。这个紧张刺激，可怕又好玩，真的可怕。还有一个安全设计，就是这个罩，还有这个罩，气球放在里面不会打到你。然后这只猪会吹气球，哎，非常的刺激，非常的好玩，你们可以来玩玩看。好玩，真的好玩。那我们明天见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，按下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7点。
点更新影片。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常识矿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